7毛钱孟鹤堂，过来呀、啊！你给我过来。然后他只能叫一个吧？你叫的是谁？他叫过来、啊、叫一个吧？7毛钱，你过来呀、啊！那你叫孟哥了吗？他没叫孟哥，他没叫孟哥。你现在不能再打了，你不能揍我。他打我可以，他打我可以。孟鹤堂，你给我过来！你到三分钟了吗？我可以喊吗？孟鹤堂，你给我过来！孟涛，我说了，孟涛，你给我过来了，站那儿啊，站那儿。我说孟涛，你给我过来了，你站这儿。这俩，你听我说啊，瞄准他的腰打，这个网会往上走。你打他，打他腰，只要能打着，我打他，我肯定能打着。咱俩打他之后，咱俩摁住他，不让他救他俩，他们就死了，明白吗？行。我现在我得救回一个来呀、啊，你不能全军覆没。哎呦，绑着了。我必须得把小妹救回来。我不会让你救她的。狼哥，那哦，不是我，还不许肉搏，你都说了。狼哥，你打他。等我，等我。打好了，栾哥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他要打了，他要打了。都来当人墙，你不用弄下边，不用弄下边，他现在要高的了，我知道高的。2，你看他。1。嗯，你看过七龙珠吧？你岁数没看过七龙珠，哎，这样就可以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你现在离开这个点儿啊。